长，各位理事长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您莅临我们富竹通为大家所主办的南台湾商用不动产论坛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只是不动产，我们要讨论的包含了产业，包含了市场的消费，也当然包含了不动产，因为这三项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。叫做会怎么说呢？因为产业好的话，企业赚钱，自然消费能力就会提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各行各业隆中探集，人口就带动成长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人口成长的话，一定房地产就变得热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三样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我们南台湾商用不动产的话，一定都要讨论到产业、市场 and 什么呢？我们房地产商用不动产，对不对？那么在座的各位呢，都是我们重量级的贵宾。今天